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皮。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爆炸设计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需要的素材：有对垃圾线壁、岩石砖、触碰感压板、电能线、张压土和草块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制作吧。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打出一个是两格的十字形的区域，在中间呢放上电能线。四周呢都放上推拉机械臂，回到上面用岩石砖把十字形区域围起来。在推拉机械臂和电能线上方放上草块，在中间的草块上方放上一个触碰感压板，测试一下效果。打掉其中一个草块，在推拉机械臂旁边呢向下打五格，向前呢打两格，然后再向上打一格，打到电能线的下方，在电能线的下方呢放上张压筒，回到上方呢把之前挖的坑填起来，再把那个被打掉的草块给补上，让我们测试一下效果吧。当你的小伙伴走到触碰感压板上时，周围的推拉机械臂就会被激活，把周围的土块堆上来，同时呢也会激活下方的张压筒。这个陷阱威力还是挺大的，几秒过后张压筒就会发生爆炸，小伙伴就会被直接炸飞了。怎么样，这期视频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今天的教程你们学会了吗？如果学会了的话，就赶快去找你的小伙伴们做测试吧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皮皮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